是 Emma， 他是妮妮，欢迎收看 Emma 爱你。等一下要带我们家妮妮去打针了，他今天要打八合一加狂犬病。上次打是4月29，他那时候1.2公斤，然后今天带他去打第三剂，然后看他会变成几公斤。好啦，我们已经回家了，他哭哭叫，他现在回家很虚弱，都不想动。刚打完针的时候会回家会累，就让他睡觉。下次打针就是要再等1年后了。结果你们知道吗？他刚刚打针的时候量体重，他现在已经1.7公斤了。那他已经打完第三剂疫苗了，之后就是等在家休息一个礼拜之后，他就可以去外面做第一次的美容洗澡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了，今天就是分享他去打针的过程。那喜欢我们的都可以帮我们追踪哦，也可以帮我们分享哦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嗨，现在是晚上1:30，然后他现在比较有精神一点了，不然他从下午打针回来，他就是回家睡的时候睡一下就起来哭一下哭一下，好像很不舒服，很心疼。但他现在感觉比较有精神了。又可以撒娇了，下午碰他的时候，一碰到他就叽叽，好像很痛。他是胆小鬼，你跟大家说我已经恢复精神了，没事了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大家拜拜哟，我是爱哭你，我是爱哭的宝宝。